因为我个人失误，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，误导了观众，给电视台带来了不好的声誉，所有的责任我会个人承担。在采访开始之前，我已经向电视台正式提出辞职。谢谢大家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。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 今天让我上头条吧。标题：一个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道歉和自省，应该有挺多人看的。作为新闻进行时的一个老兵，这就当是我为这个栏目做的最后一点贡献吧。 何老师好，何老师好，哎，何老师你稍微好点没？啊，好多了。何老师，我昨天看您节目了，真的很好，很棒。谢谢，多提宝贵意见。好，何老师，何老师再见。何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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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欢姐，你来吧。何老师，何老师，哎，咋了？最新的串联单。何老师，耳机。试一下声音。嗯。观众朋友您好，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，我是主持人何欢。那么，这个看似平静的小院里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？大哥，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，我放学了。一个传说，一个节日，还是一寸锦绣，一个器皿。你看什么呢？之美总是越过。你妈在播报新闻呢。在人们的心中激起共鸣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正式退出讨债联盟了。怎么？啥意思啊？你不想要钱了？要啊！你说实话，是不是钱已经要回来了？怎么可能没要回来呢？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一点私人原因。到底什么私人原因？说啊！我爱上何欢了。呸！啥话啊这是？怎么了呀？怎么了？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啊！哎哎哎，小蒋，这三位哥哥都是过来人，这个时候你不能让他拿美人计给你拿下了。什么美人计？跟人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不是，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勾引你的？什么勾引呢？人没勾引我，不是，人没怎么地，是我自己单方面喜欢上人家了。